你说这个是西红柿炒鸡蛋，我刚才还以为是爆米花呢。<笑>我刚刚炒菜的时候没掌握好火候，要不然你们还是吃咖喱吧。我看行，那我不客气了。接到你们电话，我就马不停蹄从学校跑出来了，都快饿坏了。我也要，哎，你等会儿。哎，可以，谢谢。 咖喱饭还挺好吃的，那个，你还好吗？难吃。我就知道，你还是吃咖喱饭吧。不用了。味道怎么样？你做的挺好吃的，一会儿我要再来一点。